听说有的 ID 卖几十万的都有，哇，真的 crazy。呀，戳的挺准的嘛 ，Q 的怪准的，兄弟。马毛尾边动不了身，不是重连了？啊哈！他不知道吗？露露重连了，啊是。刮到了，给他刮下挺疼的。上来，他想骸骨，不然打，要把他骸骨先破了再跟他打。这边到三级。放眼了。你看，那肯定要给打野把眼标出来。你给打野把眼标出来，他就会知道怎么抓了。你看，哎他呀，哎，这一下不杀了，哎，啊？下熟练度不是很高啊，这怎么能先 Q 呢？好吧，没 Q 到，没 E 到，回家吧，买不了装备。好吧，我这里我以为这里面有人呢。哎呀，挡住了，还行。呀，哇！哇，刺激！没的。从前，说我如今成了我的母亲。怎么都是残血啊？打不了啊！有大招吗？这个有大吗？果实啊！吃到了还行。哇塞，吓死我了！啊！哎呀，
我跟瞎子这个大招重合了，瞎子这个大把他踢回来，我重合掉了。啊？ 哎，无奈，跑不掉了。因为二塔不要了，诺手可能会来，诺手也不来。我想拆塔，不要打，别打，别打。你他妈命不要了！你去，你在干什么？干嘛？ 就杀个人，杀V3，杀V3也没有机会啊，没得打被勾倒，好下，拿到了，好下可以打，能追，拖不到大招。 撞他露露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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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吧，血有点肥，不杀不行。 大龙看他们偷了，岩穴不在，永恩不在，看他们打起来，开大过来了，还行吧，行吧，骗个大招。 游戏结束。
这是龙魂呐，哥们儿！被晕了！我操！哎呦！啥子人？我操！啥子阵？我一上去那瞬间被晕了，被法阵晕了，不然我没出来，他开中亚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剑姬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死掉呀？我都服了都，这样吧，还行，打杀了还可以。单打也是能赢的是吧？不慌，扛拆吧，我来扛，我来扛。这波小心了，能拆能拆，别走别走别走，继续拆，别走别走别走。一波啦，怒手复活了，兄弟，你猜吗？一波了吧，这应该一波了吧？没 Q 啊 ，Q 的话就 Q 怒手了，猜呀、啊，兄弟，猜，猜呀、啊，你为什么 ？Holy shit， 这头猪，快说你是猪，来的。让这个大部队是拆散了吧，我来推中路兵线，把三路兵线都带过去，给对面兵线压力啊！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清兵线能力不是很强的，只有一个延续，只有一个延续而已，延续也清不了三路线，带过去就好了。但是不能死，死一个的话就拖节奏了。死了吗？晋级一波。